阿弥陀佛，又叫无量寿佛。他与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都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圣者，被人们尊称为西方三圣。关于他们的佛经有很多，《悲华经》就记载了其中的一个故事。在过去无数劫久远以前，有一位转轮圣王，他有1000个儿子，长子叫做不炫，次子叫做尼摩，父子众人都尽心供养一位宝藏如来，并跟随他修习佛法。这位转轮圣王在宝藏如来前发下了成佛的大愿，世尊授记他将在未来成为无量寿佛，国土的名字叫做极乐世界。接着，不炫太子在宝藏如来前也发下了成佛的大愿。世尊，今天我要大声地向一切众生宣告，我所有的善根全都回向给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道。愿我行菩萨道时，如果有众生遭受种种苦恼恐怖的事，退失了追求正法的信念和力量，堕落到黑暗中，身心忧愁，孤苦穷困，没有依靠也没有房屋的时候，若他能够意念我，称我的名号，被我的天耳所闻，天眼所见，这个众生若不能免除这些痛苦烦恼，我终不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道。世尊，我今天还应当为了众生发起最殊胜的大愿。如果无量寿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完成了度化众生的佛事，进入涅槃后，我将在正法住世期间修行菩萨道，利益众生。当无量寿佛的正法在初夜灭去时，我将即刻在后夜成就佛道。你观察天人和三恶道的一切众生，而生起了大悲心，想要断除众生的苦恼，令他们安稳快乐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今天当命名你为观世音。在无量寿佛涅槃后的第二个恒河沙的阿僧祇劫，正法在初夜时灭尽，到后夜佛土就转为一切珍宝所成就世界，种种庄严美好的景象
无量无边。你将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成佛，名为遍出一切光明功德山王如来，寿命长达96亿那尔他百千劫，涅槃后正法住世63亿劫。最后，尼摩太子也发愿在遍出一切光明功德山王如来之后成佛，庄严的佛土与一切佛事都与遍出一切光明功德山王如来等同无异。宝藏如来授给他，将在未来最大的世界成就佛道，因此命名他叫做大势至。